一共收了多少钱？也就收了半堂张老爷家的27块大洋，但我六叔让山匪给绑了。大少爷，过去了，坐阿四的船。山匪绑老六干什么？说是要10块大洋赎身。东家，六叔他老娘来了，在外面求您搭救呢。他家就老六这么一个儿子。拿着赎人去吧。谢谢了，东家。等等。啊。赎人的时候，机灵点。跟山匪说一声。说什么？说大寒的时候，郭启结年账，有7000-8000大洋，要从五岭山过。这一说，让你说就说。哦，是。去吧，去吧。哎。大少爷。天冷，他衣裳穿够了吗？哦，穿够了，还给……还什么呀？还给二少爷带了件棉袄。哎，大少爷！嘿呀，我多什么嘴我？跳跳跳跳！哎，咦，到七里铺是这么条路吧？没错。哎，你没跟大哥说吧？大哥不知道，上回从旗杆乡回来就整天闷在家里，连门都懒得出，把脸都蒙上。这回替大哥把事办妥了。这天真够冷啊！哎，要不说呀，干脆把那耿家二少爷给做了得了。怎么，看着他不顺眼？秀女那姑娘我见过，比明凤强多了，难怪大哥挂心呢。那就要把耿元良做了。放着好好的女人不知足，还非惦记着嫂子，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哼，他知足也晚了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就把那个，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秀宇。对，秀宇。今天晚上就把秀宇弄上山。啊，对，让大哥也乐呵乐呵。没错，前面是旗杆乡吗？是，离这远着呢，还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呢。那还不快走？走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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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天一亮，我就盼天黑。晚上，到七里铺盼你能来，然后再回大院，接着盼太阳出来。我就是来了，也还是要回到郭记的。没事儿，只要能见着你，我心里就高兴了。可是我不能总是来。为什么呀？天太冷了，我想洗手，冷得刺骨。我没事儿，反正你想来就来，我在这等你。秀宇怎么办？不管他，他
是你妻子。可我心里只有你，就跟你心里只有我一样。原谅我，你在和谁置气？我没气，我高兴着呢。可是这样让大家都不高兴，其实你心里也不高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想来了。是老鸡汤，干什么用的呀？补身子。跟我们走。没功夫，鸡汤要凉了。哎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你们家男人去归大哥的女人，你还眼巴巴的给他送鸡汤，这耿家人贱，你也跟着贱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少废话，带走。走啊啊！快走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绑肉票，听说过吗？走吧你！拿把剪子吓唬人，以为你能吓得了谁呀、啊？我自己。什么？还挺烈气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你们别动！老段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！你这样值吗？你们谁没道让我走？要不上前绑个死的回去，值不值？你们自己算。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烈的女人。滚开！你真不跟我们回去，信不信我杀了你男人耿元良？什么？杀了你男人？我杀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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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吓你！别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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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宁死也不跟着他的女人，说了，这不是寒碜大哥吗？三福，等等，阿四，我们走。你敢！其实很早，
我就不喜欢你这样的脾气了。很早，很早是什么时候？半年以前，还是嫁给我哥之后。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。怎么了？现在说不喜欢了？不是的。你和我哥睡过。原谅。你过分了。是不是？你要走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去哪儿？离开响无镇。我早就受不了天天在这儿等你了。受不了你就走。走，走得远远的。耿老爷怎么办？秀宇怎么办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就不管了。元良，你不如你大哥。他能到郭记做女婿，受香木这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为了维持耿家的体面，他风里雨里操持郭记的生，成了亲，有了家，跟没有一样。心里觉得对不起你，又对不起我，怕你受委屈，话里话外竟然让我到这儿来看，可是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到底怨不怨，也怕委屈了。你说他受着多大的苦，能跟谁去说？耿老爷，我爸，我，还是你？他是我大哥呀。对，是你大哥，所以他只能白天挣钱好补贴耿家的漏洞，晚上再把自己的女人送到七里铺和弟弟见面。你心里想着远走高飞，离开香木镇什么也不管了，他心里还要时时刻刻盘算着怎么给周伯母报仇。他是你大哥，可你和他一样都是周伯母的儿子。三福，以前你有大哥有父亲，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，大家为你着想也是应该的，可现在你也成亲了，你是秀宇的男人，心里再难受再委屈也应该为他想想。三福，你是我的人，我是你哥的，早应该是。我哥对你好吗？你哥是好，只不过在今天之前我不要他的好。三福，你听我说，你该回去，我也要回去，别任性了，好吗？好，听我的话，回去。我听你的。
府。明天我还在这儿等你，好吗？这是最后一次。以后你别来了，我也不来在这等他过来吧。还是你过去吧，要不然二少爷能在那儿站一晚上。我替你拿。身上怎么这么多土啊？路上黑，摔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风大，我来给你送棉袍。诚心呢？我见三福，你来就是想让我难受是吧？我有棉袍，是三福送给我的。还有鸡汤，在家里熬的。荒郊野岭，我喝鸡汤干什么？你就是诚心的。三福刚才说，以后他不来了，你高兴吗？怎么那么多话？世上哪有你这样做媳妇的，也没有我这样做男人的。
我知道。我怕你对我好，你对我越好，我心里越难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想和三福好。是咱们的大嫂啊，秀玉。如果我要是不在，你怎么办呢？在家里等你。我要是不回家了呢？不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我们在门楼上许过愿了，你说过在那儿许愿很灵的。我骗你的。你没有骗我，那羽毛真的飞起来了。你真傻。我不傻，能跟你成亲是我的福气。公主不怕我不要你了？现在你就是不要我，但以后会要的。你是好人，可是我现在想去香蜜镇。这么晚了，三福不来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他说呢。那你就去说吧，你去说完了，我在这儿等你回。系紧了，都注意点，装好了。大少爷，装的差不多了。大少爷，布快装完了，您先回吧，三福太太也快回来了。谢谢，这回到省城，先进了荣太强的货。南来顺要的300只，压两天再给他们。压两天？大少爷，都装上了，有南来顺的。叫你压就压，每回结账的时候，他们都推三阻四，让他们长点记性。哎，那要是他们真的不进咱们的烧鸡了呢？怎么办呢？省城12家大酒楼、大饭馆，就他南来顺缺锅气烧鸡这一道，让他们掂量着办吧。哎，大少爷，三福太太回来了。谢谢，我回了，一路上小心点。哎，大少爷，您不和太太一块儿啊？你去吧。定着，年关前还得送给他。爸呢？听曲儿了。以后我不去七里部了。不去了？我跟元良说好了，以后不去七里部了。
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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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方现出回来了。你站住，汉良呢？他没在后院。他在水码头装货呢。你看看人家汉良，一天没黑没白的操持买卖，你可倒好啊，昏天黑地的到七里铺汇元粮，你心里愧不愧你？汉良操持买卖，你整天忙着听小曲儿，你不愧？我愧什么啊？你还有理了你？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，可惜我这盆热水了。东家，脚步呢？我再给您换盆去。三夫，你给我回来！汉良回来了，发货去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辛苦辛苦啊！哎呀，咱郭记多亏有了你呀，这生意好了十倍，我也消停了十倍呀！啊，享福享福哦！哎呦，爸，哎，镇上的胆税该交了。我明天得从账上提钱。明天？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声啊？这不跟您说呢吗？多少？两万五？对。那柜上有那么多现钱吗？差不多。那也不能说提就提呀，这钱都是一只一只的烧鸡挣回来的。钱放在账上也没用，不交胆税干什么呀？嗯，没用啊？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啊？本来就别扭。是别扭，哪儿哪儿都别扭。您就听您的曲儿吧，旁的事儿您就别管了。哎，等，啊，好，钱的事儿，咱明天细说啊。这三福的事儿。今天我可得好好跟你说说了啊。这郭记耿家两相接济，这也应该啊。可你和三福的日子就这么个过法，不应该吧？啊？那得怎么过呀？哎，我可忍了些日子了啊。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还天天晚上过湘西会男人，你愿意看这个，我可看不下去啊。
这些日子我在园子里听曲儿，我这脸上都挂不住。是三福他自己愿意去的。你是三福的男人，你不让他去他敢去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哼，我还告诉你啊，你袁良是你弟弟，你能忍啊？我看着耿老爷的面子上，我也忍了一个多月了。明天我就过湘西去，我非让你爸爸好好管管你这个袁良不可。三叔，我一哪儿都不让他去了，哼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哼，大不了让袁良再把我这条腿打瘸了，啊？谁啊？这么晚还敲门？胡子，去开门去。哎，好嘞。二少爷，您到这儿来，让大少爷怎么做人啊？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有事儿？没事。二少爷，我们回吧。我都劝二少爷，可他不听，非要来不可。他怎么能到这儿来找三福呢？大冷天的，二少奶奶还在七里铺等着呢。袁良怎么能来这儿？郭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见三福。汉良呢？三福在后面吧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干什么？你说，你们哥俩把我们三福当成什么人了啊？三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有话跟你说，就来了。我哥睡哪儿啊？睡这儿是不是？说话呀！这是我哥送你的，怎么着，还不舍得用？我送你的东西你不要，我哥送你的东西你当宝贝是吧？你出去！你放手！三福。跑什么呀？以后你不来七里铺没关系，你不来找我，我来找你。你放开我！跟我走，听见没有？汉良，你叫我哥，叫他干什么呀？他知道我来找你，他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七里铺见面，他什么都知道。袁良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跟我走，跟我走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啊！没你事。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都把他们乱棍打出去！袁良，怎么样？袁良，我就是疯了。
你反了你！来，元良，你啊，哥，阿良。不该在这个院子的人都出去。三凤，你今天要敢跟着元良走，你就永远别回来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三凤，七里部我说过，今晚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回去。这话我回来也跟汉良说了，现在你又来找我，汉良他也在这儿，他是我男人，也是你大哥，只要他点头，我就跟你走。今天之前，你和三父见面，我从来没说过什么。我以为他愿意跟你走，现在他告诉我，他不想见你了，所以我不能让他跟你走。是为了咱耿家的胆子。爸常说一句话，是耿家人就得担耿家的事儿。我是你大哥，一个人能扛下来的，我从不麻烦你。可现在你得扛了，你成家了，回去和秀玉好好过日子。三夫以后你还能看他，但是你得把他当嫂子。是吧？好好的，都是为了这几把胆子。哥，那我回去了。